洗，被洗，被洗！啊，烦啊，得等洗好了啦。好高腰啊，垫到后脚了啦。真的是两光秘书仔呢。不要吵。啊！我把自己压死了。好啦，你在车上爬到杆子的时候，可以把车子往后推。为什么？我还可以把车子往后推？哦，真的耶。哇，这今天很棒啊！那个是不是有雷射光啊？就是机关枪，我就差那么一点。同归于尽大法。有了有了，破了破了。这样就死哦哦，你很不耐操哎，不够。这个枪很快，魔术师。对啊，真是考验物理耶！我觉得我好棒哦。我要比啊！看我那个手一直在。我现在要开磁力，让左边会先到天花板吸住，之后我要关反重力。对，我要关反重力，让右边这颗掉下来。我现在蛮快了吧？耶、yeah, ，成功了，100分，谢谢。就跟你们说，我没有很笨哈、哦，好可爱哦，我在天上飞。相信变了心的女朋友回不来了。
震动一下。哇，什么东西啊！我明明坏手手，坏手手，为什么要再一次掉？坏手手，气死，气死！就让我挂在那吧。我靠呀！哦，差点按错，哦，吓死我了！哦，你夹在，你夹在。我五百，我保命，五百，我保命，五百就会出大事。谁知道？谁知道去哪里？谁知道？人家才刚来这里，这个地方，才刚来你就害人家这样摔死，这作者绝对有恶趣味。哇！我没按到啊！我去哪？去哪看我下戏啊啦？对，我知道中间人快没电。哇，他好慢，他走好慢，好慢！我没按到。什么？我为什么这样会死？拜托你这里一定要剪精华，拜托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剪精华？这里又没有很好笑。游戏干他妈从草地起来跑那么远躺回草地，我就说吧，我每次人家说很难的地方啊，我都会突然很快就过了，不知道为什么运气都很好。我以为他会有一个故事线跑出来，结果他完全一点任何的文字都没有，因为他这款游戏他有中文界那个中文界面，就他的中文界面呢只有这里。我有走过去吗？我没有走过去啊。哎，原来还有什么啦？你们干嘛不讲清楚？我以为这样就没啦。真的有个人呢。这个前面他就有遇到啦。什么？是谁？谁在我背后？我觉得你们叫我回来走这一趟路，我真的觉得又再次浪费了我一分钟。
你们最喜欢的话题。正式破完了。Hello， 大家拜拜，赶快去吃晚餐吧。